我应该是会使出我所有阳光女孩的本能吧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自己唱歌其实蛮在情绪里面的，但是我却是一个非常享受阳光和运动的女孩。对，女孩这两个字我都讲得出来，其实我内心还是有一些青春的，所以那一天我想要热力四射，所以我带了很多快歌，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是我觉得大家会希望我唱一些抒情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跑完了也该喘喘气。对，就听说有按摩嘛，你的抒情是特别因应按摩的，我觉得会是很好的搭配。对，那我蛮期待。你可以边按摩然后边听我唱。哦，好好，那我就这样去比。对对对，应该会不错那个 moment。我什么都想吃哎，小卷米粉。讲到他的痛点了。对啊。他刚才说他原本不想要去唱歌，他想要去跑路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吃的。因为这次他们那个主办单位弄了好多当地特色的一些陷阱补给站，陷阱补给站，对，那一吃下去大家就不回头这样子。嗯，怕卡在第一关，跟你说第一关是花枝丸，对，然后那边就大概会塞个300人在排队，哎，那你瞬间就赢300人了，大概是那种伎俩。但是澎湖的美食真的太多了，因为海鲜是一定要尝的嘛，新鲜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是因为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自己去过澎湖好多次，那边真的一点都不输国外所谓的海洋度假村，各式美景，然后人情又暖，你到哪里都会有店家帮你加油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人、风景，然后又结合健康，非常完美的一个旅游兼运动。